昨天的衣服换来了今天豆浆西施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哎，早啊！起来啦。嗯。咋没穿外套啊？今天太热了。我是。昨天你把外套借给我，你也不知道我要，就是会不会出去？啊，其实今天也不冷啊，外面还不冷。今晚不出太阳了吗？你看，你的手这么冷，你还说不冷？我去给你拿个暖宝宝吧。没事，不用，走吧，开工上班了。没事，我先给你拿个暖宝宝，你先别热水吧。不用，走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前两天你炸油条刚好把手给溅了，怎么又不戴手套？等一下，我给你拿手套。哦。下次你炸油条的时候记得戴手套啊。好吧。不然下次可没有谁给你擦药了，要不我来？啊，不，没事，啊，没事，我可以。啊，你别管我，我刚去忙你。那你好好看着，然后这个手套给我。好了，知道了。你帮我把那个桌子上抹布拿一下呗。要抹布干嘛？擦桌子呀。等一下。啊？怎么了？你看你手都是那样的，你让擦桌子，你坐下吧，我来就行。不是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我手动了，连桌子都擦不了了。你坐下，你就坐下。让我不可自拔。